你后生真正足好大胆，既然金温倩倩，给我当面抓到。国家的李少爷，你嘛较拜托的，你女朋友较济，啥物查某唔好你啊？你啊金倩倩，你即摆用拿刀要来切尻川，自找苦吃哦。而且你高管的吼，你搁讲啥？伊讲啊，伊真正很介意倩倩，而且搁讲哦，伊要对倩倩负责。强将手下无弱兵嘞！伊是用什么办法啦？互阮家管大迄个臭小囝，竟然对交往的女朋友讲要甲负责。不要紧啊，我著继续吼加料落去，我著叫杨晶晶啊，规日过来服药。到恁家管大，伊是一个渣男。即时串通简讯去予迄个金倩倩，你吼来伊的内容一定爱明确果断，唔通拖拖刷刷。改车哦，滴滴滴！妈，等你啦！这个时阵哦，咱若断尾求生哦，这不是高明的做法啦。杨晶晶都讲哦，冠达是花花公子，冠达都爱对倩倩好，伫个媒体面头前哦晒恩爱，表现他的专情。妈，情场浪荡子为了爱不顾一切，哦，这妇女选票一定够趣味嘛？你讲对不？你现在七窍全开了耶！